换个话题，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挣钱可得仔细花，煤气水电要节约，大手大脚太败家。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七里乡堤小区的蔡大哥，就是一个精打细算、挺会过日子的人。可是前段时间一笔水费整得他可挺心疼啊。这房是2015年买的，2015年是10月30号。我问那个抄表员，我说里还有多少钱？他说还有128。我上那个收费站去核实，也有那个钱。后来我就没欠钱，我就回上南方了。时隔一年没回家，一看水费没少花，单据显示欠800，这事儿到哪儿讨说法？至2017年1月份，该用户已累计拖欠水费达878.05分，是吧？对对。啊，2017年3月份，沈阳沈北水务有限公司的。对，我当时我上那个收费站去找去了，找去了，我说你给我查一下我怎么欠的水费，我那里还存的钱。后来他说查不着，我去了4、5回，后来他告诉我了，他给我查了，他说你这从进户就交200块钱，我这交200块钱，你能让我用到现在啊？你不早就给我停了？我这你问过你上任房主没？上房主欠过钱吗？不欠钱，不欠钱。你那里不还存钱吗？那我想问你，在2016年7月份你回来这个之后，到2017年给你贴单子3月份之前，这期间你交过水费吗？或者是说有人来找你催过水费吗？没有，没有。2015年，大哥离开家时，他特意看过水表，显示是431吨，还问过收费站余额128块钱，自己怕忘了，还记在了纸上。从2015年你入住之后，你交过水费吗？没交过，一直没交过，一直有自己住啊。一直你自己住。那你每个月能用多少水啊？大约，那也10几块钱，10来块钱呗。一个月大约有30吨水呗，意思？对。按照大哥的说法，他是2016年回到了沈阳，直到2017年3月才接到了拖欠水费878.05块的通知。我上那个沈北那个水务局，后来他答应给我改，我改过来了。第二天我上那个水务局，这个女的给那个水务局打电话，不让我改。后来这事儿一直撂到现在。一赌气，蔡大哥至今也一分钱水费都没交过。眼下光欠费通知单就有8张，最近一次是2020年的8月21号收到的，欠的是1089.25块。他根本他也没进屋里看表啊，他我那表都来屋里。那从这个2017年当时你去找他改，他没改之后到现在这3、4年了，你有找过他吗？我就去那找，去那进的没找。现在蔡大哥家的水表显示是560吨。如果按照他的说法，2015年当时水表是431吨的话，这5年大哥应该用了129吨水，按照目前的水费计费标准，大约是420多块钱。我现在就把我那个给我改过来，他多算的钱给我改过来。那如果你还把你多算的给你改过来，对吧？对对。那如果你欠的话，你还补呗？对对，我用的我正常补，咱是合情合理。有人可能就说了，这大哥家是不是有漏水的地方啊？按照大哥的说法，他一年没在家，回来就发现欠了800多块钱的水费。这事儿你搁谁身上，肯定他犯嘀咕。800块钱，那可是240多吨水呀！如果大哥家里真是没人，这些水费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供水管理条例，依表计费没毛病。家里的水表上现在显示的是560个字。大哥说他至今没交过水费，现在显示的欠费是1089块多。那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热线记者跟蔡大哥一起去了趟沈阳沈北水务有限公司辉山自来水收费站，工作人员在收费系统上查询到，大哥家只有一条缴费信息，2015年8月25号交过200元。这个小区，这小区建完了，建完了，配套都设施不齐全了吗？齐全，他不得移交水务吗？对呀、啊，就移交水务的时候，他移交完了，咱就给这钱冲领了。对。我想问他，这上写着历史缴费时间2015年8月25号。我还说，我说这个不是他缴的费，这个不是他缴的费，对，这个是物业给咱水务，谁家水务给冲来的，每个人账户里了。那这个2006年到2015年这期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没缴过费吗？他一直也没缴过一分钱呢，有谁缴过都会有记录的。上任房主没缴过？没有啊，你谁缴都会有记录的。这个小区挺乱套，2006年办理的入住手续。业主们预存的水费，直到2015年，物业才交给自来水，这是几个意思啊？2015年办理移交。对，那为什么一五年之前，他完了2015年接手之后，物业不是给咱们二百块钱吗？对吧？2015年之前，那这个水费的钱是交给谁的？也不是交给咱的。他应该是没交，
那没交，那一五年之前数据咱们为什么会有啊？咱们不是查表，查表，查表正常查，但是没收费，没收费，得要移交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收费嘛。这个情况真就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系统显示，蔡大哥家是2011年立的户，既然没有移交，为啥要查表呢？既然查了表，为啥不收费呢？当初大哥在系统中查询的38吨水，又是怎么出来的数字呢？10月3号来这问，你们宋小人看成三十八，2014年4月1号那个数据38个字来看的，我们对吧？我们每个人来都是这么告诉他，我们说不是到今天的，是到就是说我们到最近一次抄表数，最近一次，然后剩多少钱？然后你们2015年10月1号就变成了从三十八变成了430。我想问问沈北水务，你们多长时间抄一次表啊？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按照沈阳市供水管理条例的规定，水费收取依表计费，供水单位应当按期查验水表。我家基本上是2月看一次，但是热线记者在沈北水务的收费系统中看到，大哥家的查表记录最长的一次是1年左右。咋的？一年查一次呗。所以说，蔡大哥遇到的问题就能解释通了。2015年，当初呢，他去问水费欠不欠的时候，人家还没查表，所以说看到的是2014年的数据，38个字，预存的200块钱应该是够用的，还剩了128块钱的水费。可是热线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哥家2013年到2014年初系统显示是410吨，可到了2014年4月1号显示的是38吨，到2015年11月1号。这个38吨水的数据就变成了431吨水。大哥不是说家里没人吗？这水是咋用的呢？从38吨到431吨，究竟经历了什么呢？那这个事儿我就解释不了了。对，咱们可能这些事儿已经都捋顺了。现在就说明把说这个表说怎么从这个30多变成400多，然后我可以从410变成三十八，三十八变成430，对不？所以我就还是说那个计量就他得去找查表。我现在我找明白他欠费的原因了，你刚才跟我说了，对吧？我现在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数字。对，我就说这第二个问题我们这就解释不了了。一句解释不了，大哥心里懊恼。系统来回变化，这钱到底咋掏？这个38，我不排除啊，我不排除我们在操作过程中的时候，抄表的时候有过串户或者超过串数，但是我们后期更改过以后，我们是延续他的表数一直延续过来走，没有给他表做任何其他的改。38这个数肯定是有操作失误，对吧？410直接讲到38，又跳回来，对吧？就是有失误之后又改回来，这个逻辑是存在的，对不对？对。既然是这样，那就说明38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从数据的情况来看，水表的连续计费应该是2014年初的抄表数410吨到2015年11月的431吨，这一期间的用水量应该是21吨，与38之前没有关系。不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收，他用水就是应该花钱的，不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接收，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那他之前从来没交过水费吗？对。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把钱，因为当时没移交，他们把钱交给了开发商或者交给物业了呢？那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物业，我也不是开发商。按照目前的证据来显示，这个业主他私自没提过他之前交过什么钱，他只有一个入住的200块钱，在我们那个资料里面显示呢。他唯一就是说。他我觉得就是跟前房主没把这账算明白。房主之前现在有联系没有？现在没有联系，连正常时间。电话呢？电话也没有。你打过吗？没打过。以前都交什么玩意儿都交是完事儿，再不什么都不差了。挺乱套啊。这事儿呢，我们也是反复跟水务方面进行确认，水表是从零开始计费，至今系统显示大哥家是514。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大哥家用了514吨水。38这个数字是咋回事呢？谁也不用纠结了，这中间是出现了岔头，38是整错了，不存在。那也得说清楚啊。说得很清楚啊，就是整错了。但这个不影响连续计费。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显示大哥家只有之前预存的200元水费，没有其他的缴费记录。如果大哥能找到原房主提供之前交过水费的凭证，不管给了谁，只要有单据，他就缴纳剩余部分的就行了。如果说找不到，就只能是依表缴费。大哥光纠结38那个表数了，忘了买卖二手房的时候核对这个缴费单据了。误会肯定是有了，咱们这一调查一圈啊，
也算是把这个问题给弄明白了。希望沈阳沈北水务有限公司能够进一步的跟蔡大哥沟通好，讲清楚是自己工作失误的地方就要大胆承认。大哥也说了，他该交的钱他也认缴，